禁军之墙失守，居民距离冰封即命。是谁？收起你的无礼！主角。我不会让他们碰到你。你们可要努力跟上哦。我不会拒绝你的请求。又要面对这些无趣的、会呼吸的家伙。迷茫的人呢？想要得到预言的话，
记得拍。听见了舞曲的前奏。长鸣，我会洞悉你的一切，看穿你的灵魂。你们逃不掉了。我会洞悉你的一切，与此长眠。别眨眼，真假只差一瞬。别眨眼，真假。我会洞悉你的一切，与此长眠。休想跨过我！
没事没事，我上，我上就是了。我会给予他们解脱。亲自动手，倒也不赖。想得到我的印记吗？去吧，死亡才是你们的归宿。湮灭吧。自己的恐惧吧。此长眠，你们逃不掉了。归宿，与此长眠。恐惧吧，与此长眠。
好戏上演，好戏上演。你们逃不掉了，湮灭吧。演自己的恐惧吧，死亡才是你们的归宿。与此长眠，直面自己的恐惧吧。你们逃不掉了。与此长眠，好戏上演。你们逃不掉了。湮灭吧，直面自己的恐惧吧。与此长眠，而在冰寒深处，狂风咆哮间匍匐着一个庞大的身影，轰鸣声缓缓起伏，像是谁低沉的呼吸。风暴缝隙之间，那身影模糊站立，随时要被吞没，随时会再度离去，永远不复归来。你知道，那就是消失已久的创世之龙。命运之子找齐了所有遗物，按照创世神亲自定下的法则，你有资格来到他面前，决定这个世界的命运。多久没见？哈，放心。哎，不对，被你带偏。从未有人是谁？哼，是向冲。
啊？我会给予他们解脱。听见了舞曲的前奏。想得到我的印记吗？啊，迷茫的人呢？想要得到预言的话，记得排队。你们可要努力跟上我哦。我会洞悉你的一切，看穿你的灵魂。你们逃不掉了。我会洞悉你的一切，看穿你的灵魂。直面自己的恐惧吧。死亡才是你的归宿。起舞吧。好戏上演。你们逃不掉了。我会洞悉你的一切，看穿你的灵魂。直面自己的恐惧吧。
好戏上演。你们逃不掉了。好戏上演，好戏上演。我会洞悉你的一切，看穿你的灵魂。尽兴起舞吧。你们逃不掉了。直面自己的恐惧吧。王才是你们的归宿。我会洞悉你的一切，看穿你的灵魂。啊，该不会难度调低了吧？还是头晕？不过，命运之子，他们会记得艾斯提。艾提讨厌出去玩吗？谁？很岛岛屿。那岛。岛上都是。艾斯提，到他这么一，陪我，但别人。